来摆摊了，今天上新品了，鳝鱼。都说物以稀为贵，我想应该很好卖。家里面请几个人，看好这么多，再回来又早。摆摊的人陆陆续续都上来了，他们要什么？不怎么卖，花生是吧？五块五一斤。跟金水播了半天，终于播好了。家里两个少那两毛钱，我不好意思拿。我就是。吃过了可能没洗，那连的没有剩，就跟剩的似的。你那个连那个花皮，那个不好吃。哎，这天我们做花生刚开始，叫给他卖的，他说烂，我想多种啊，他说连种都没种，半斤上的呢。不好的三块，不好两块。我这不是光没有的。慢走啊，十一块四，十一。哎，我这看我煮那个稀巴菜，今天头一次买。这玉米的，我想我想卤的。下次我肯定要等面好，下锅放才甜才好吃。那讲下去不能那么多磨不甜。对，这时候放上是就吃个新鲜。嗯。麻子也是的。好。九块帮十块钱的。哇，行行行。十块钱啊。点个关注，明天再见。都手烫了还来一个，这好像挺好的。今天给大闺女开家长会，顺便带点葡萄和花生过去摆个夜市，看好不好卖。可不是剩花生，看满满一锅的盐水花生，都把它捞出来就可以出发了。走，看看今天运气怎么样。
们到学校了，看着家长都陆陆续续的过来了。我们就家长有时候自己有很多的控制，本来有时候呢，没有时间，没有那个精力对同学们进行建议。好，就到这里了，旁边就是夜市。要葡萄吗？3.5元一斤。10块，给赚个一大盆。花生，花生，盐水花生，8块钱一斤啊。尝尝啊。水流发散，水流。总体来说今天卖的还不错，就这么多花生，还有2串葡萄。现在10点多了，开始收摊。今天的视频已经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阳光美味。